手吧。干什么？传说是骗人的，这鬼不怕小女，还真勾线。勾线不行吧？他这么帅。他是丽金姑娘。究竟我还要重申几次，我不是鬼。灯刚刚都闪成那样了。一方面是因为线路老坏易受影响，一方面则是我情绪波动时灵能溢出，干扰到电流，关上重新开就好了。这还不是鬼？你们俩打情骂俏的样子，好像情侣啊！你没事吧？他是鬼啊！他说了他不是鬼啊！他说你就信啊？那这么说呢？金姑娘，今天你离开之后，我好好考虑过你说的话。你愿意离开了？那不是的，是这房子的房贷，请允许我和你一同承担。啥？我要和你一起还房贷啊！当然，房契上还写你的名字，之前聊过的翻修费用也都由我来出，这样更好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你凑什么热闹？这么好的条件，你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房贷帮你付一半，哎，装修的费用他也包，哎，答应答应。就算你不应允，我也无法离开。之前你问我缘由，其实我没有全部拒之相告，我怕你多想又受惊吓。其实我在这里不光是为了等人，还因为这里是我唯一能收集灵能的地方。